敬拜耶稣，尊荣耶稣，哈利路亚。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黑夜将过去，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佳美之地。虽然逆着风，但是上帝仍然引领我们飞往那佳美之地。神对你我的命定，从我们开始相信主，我们被创造的那一刻，神对我们的命定就是让我们飞往佳美之地。神预定我们，命定我们，计划我们，就是有梦想的飞往佳美之地。神没有量给我们永远留在旷野，神要我们进到佳美之地。奉主的名，我们祷告，神宣告，今天就是进入佳美之地的时刻，今天的生活就是在佳美之地的生活。同声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哈利路亚，耶稣带领我们进入佳美之地。哈利路亚，谢谢主。也许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让你感觉现在像是逆着风在前进，也许是身体中间哪一个疾病让你觉得一直要勇往向前却没办法跨出那一步，也许是身体的体质的缘故让你没有办法做成你想要为主所付出的牺牲的付的代价和委身想做的服事，也许是现在你的金钱让你没有办法，你好像是逆着风，好多牵制，好多阻挡让你没办法跨越。奉主的名，今天你要来祷告，主，虽然逆着风，我仍然相信
佳美之地是你为我预备的。是的，主。虽然逆着风，我仍然向前进。我仍然向前，我不放弃，我仍然向前进，因为神，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要放弃过。Amen. 主都告诉我要一直凭着信心往前走。Amen. 今天是有信心的一天，今天是不放弃的一天，今天是逆风高飞的一天。Amen. 同声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你，主，我感谢你。主啊，我的身体不能阻挡我，我的经济不能阻挡我，主，我的思想不能阻挡我，也许我的情绪不能阻挡我，也许我眼中带着一丝小心就丢，不能阻挡我。主啊，因为你应许，你的命定是要我进到佳美之处，你命定是要我进到佳美之处。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耶稣，我感谢你，耶稣，我感谢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叫我们得着安息。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一直不断被折磨的，可以到主这里来，主让我们可以得着安息。这个安息的意思是进到佳美之地，这个安息是主缺你一个佳美之地，让你进来，进到爱子的国度的里面，可以被爱、被遮盖、被安慰、被修补、被医治、被恢复、被建立、被栽种、被培养。感谢主，今天神把你圈到他爱子的国度的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的里面，恢复我们神儿女的样式。因为神命定我们神儿女的样式和身份，才能进到佳美之地。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是神的儿女，向他感谢，也宣告我们的身份是属于上帝儿女的身份。原来佳美之地就是为我们而量给我们的。同声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恢复耶稣，恢复我们，耶稣在劳苦重担，耶稣要得安息，他在劳苦重担，我得安息。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耶稣让我们的心在水中，耶稣在你爱子的国度的里面，主在你的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是耶稣，谢谢你，耶稣在我脚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仰望你，耶稣我仰望你，赞美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耶稣。也许在你生命的里面，在你生活的现在，你可能正在跟另外一个人打官司，也许你正在预面对一件事情，你一直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让人更多的清楚知道，原来你不是别人所想象的那样子。主在告诉我们，应许我们深渊在他，主必报应。深渊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呢就是宽容再宽容，我们能做的就是宽容再宽容，不以恶报恶，在神的面前仰望主。不以恶报恶其实是什么呢？是逆风高飞，是很不一样的，很不简单的。祷告神吧，祷告神，如果在官司中间的，正在打官司的弟兄姐妹，深渊在神，让神来做。如果有不公平的事情临到你身上，你觉得很受冤枉的，一直让你觉得不吐一口气，这是没有办法的，放下吧，宽容吧，不以恶报恶，让上帝的恩典在逆风的时候，上帝仍然帮助你继续的前进。同声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主。主啊，有些弟兄姐妹正在官司的残累的里面，主啊，正在不公平的对待的里面，耶稣，你帮助他们，深渊在你，主啊，深渊在你，你必报应，深渊在你，你必报应，主啊，深渊是你的事，深渊是你要做的。耶稣啊，你帮助我们，赞美所有不公平的事临到的时候，你都帮助我们，主啊，你都帮助我们，耶稣都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人祷告的时候，你正在照顾家里中间一个重病的家人，可能是你的长辈，可能是你的孩子，也许他罹患的疾病是医生不能够做的，也束手无策，没办法的，他必须天天躺卧，你必须天天陪伴他，你必须天天帮助他，好像你人生的精神时间体力全部都耗上了，都付上了，都付出了，你渴望为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可是现在正在逆风的当中，你没有办法做什么，现在你能做的就是照顾你的家人，似乎那是你的责任，向神祷告，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有爱就会有奇迹，有爱就会有奇迹，有爱就会有自由，有爱就会有恩典，有爱一切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有爱就再也没有惧怕了，即使在逆风中间带着爱继续的前进，即使在照顾家人的一种烦闷甚至于孤单甚至于是
隐藏的里面，仍然相信你手所做的主必定要成全。同声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啊，为着这些在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耶稣，你发起这些姐妹，加少受这个罪孽，让神的在引领我们，我也要求你在真祝福那些最不是你的病人的，但是神的爱气都不一样，主啊，有爱的罪孽都不一样，主啊，有爱的罪孽都尊荣。耶稣，我仰望，耶稣，我仰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祷告你，耶稣，我祷告你，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帮助，得胜了还要再得胜，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你，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主耶稣，我们天天在爱的里面，我们逆风高飞，耶稣，谢谢主，虽然逆着风，我们仍然相信主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蒙福之地，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丰富祝福之地。感谢耶稣，你为我们先摆设了宴席，除掉了在那块地上面所有一切的荆棘和蒺藜，让我们所栽种的就能够结实累累。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我们是被你命定进到流奶与蜜迦南美地的神的百姓。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告诉跟你祷告的人，在旁边的人跟他讲说，我们的命定就是进到迦南美地，来告诉他，我们的命定就是进到迦南美地。感谢主，每个人要勇于梦想，勇于梦想，为上帝有非常美好的梦想。感谢上帝，让我们的梦想可以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燃起，不断的燃起。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人心未曾想过，为什么没有想过呢？是因为那是梦想，是神的救恩的祝福，是上帝荣耀的恩惠，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些爱他的人，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过的，当然也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的，勇敢的去梦想，梦想那心里面曾经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的，梦想那眼睛从来没看过的，梦想那耳朵从来没听见过的，从来没听见过的。感谢主，什么是梦想？梦想是像种子一样的，会栽种在你心里面的，不晓得什么时刻那个种子就栽种在你的内心中间。梦想的种子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却相信它会长大。梦想的种子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相信它会长大。好像我们看孩子，你看见他，你就相信他会长大，只要他健康的、正常的、继续的过正常的生活，他是会长大的。如果没有重大的灾难或疾病，他是会继续成长的。绝大部分的孩子，包括你跟我在内，我们是慢慢成长的。原来是看不见那个未来，可是呢，却相信，看不见却相信，看不见却相信，不是凭着感觉，是凭着信心。梦想的种子栽种在你心里面，虽然看不见什么时候成为大树，可是你却一直相信它会不断不断的成长，也许还没有到开花结果，可是你相信它是在成长的。当梦想的种子栽种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浇灌和培养，这个种子不会开花结果。你需要去浇灌，你需要去培养，你需要借着祷告来浇灌，你需要借着神的话语来培养，你需要借着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来浇灌来培养，你需要不断不断的让这个种子不断不断的开花结果，不断常常去看它，哎，还好吗？你不需要揠苗助长，你需要有时间耐心等候，可是你需要浇灌它，用圣灵的大能浇灌它，在追求属灵事物上面就成为那浇灌和培养的过程。神帮助我们的梦想的种子可以因为你细心的照顾浇灌培养而能够开花结果，并且结实累累，30倍、60倍、100倍，就好像那个好土里面有种子栽种下来，它就开始发芽成长，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不但是这样子，当梦想的种子栽种在心里面的时候，请你要留意了，如果你的内心中间是真真实实想为主梦想的，你真真实实的说，上帝啊，使用我，我真的渴望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人，即使在逆境中间，在逆风当中，我仍然愿意高飞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当种子进来的时候，绝对不能让其他人夺走，你要保护你梦想的种子。谁会夺走你？那个浇你冷水的人会夺走你吗？对不对？会夺走你的梦想。
那个在旁边常常嘲笑你的人，或者是讽刺你的人，会夺走你的梦想，甚至于呢，很有权威的、很理智的人、很理性的人，他有可能因为借着分析，就不知不觉的让你梦想的种子就不见了。他可能顺手一带就把你梦想的种子给带走了。原来你为上帝渴望有一个梦想的未来，结果他分析完之后，你发现好像活下来就可以了。好像赚一点钱就可以了。你本来说上帝啊，使用我，主啊，我真的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可能那个人跟你分享说，如果你服侍上帝，如果你这样子摆上的话，我告诉你，你可能不能做到总经理。而且呢，我跟你讲，你薪水可能22K差不多了，可能30K了不起了。如果你花更多时间服侍上帝了，我跟你讲，你礼拜天就没有休闲时间，你跟你家人关系必定破裂。我跟你讲，我分析完之后，我告诉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可能勉强过生活；礼拜六、礼拜天，我告诉你，昏天黑地。我跟你讲，你想过这样的品质的生活吗？你听完之后，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分析完了，于是你内心中的种子就被他默默的带走了。从那时候开始，10年、20年、30年，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你都还不晓得种子怎么走的，怎么不见的。保护你的梦想的种子，让你的种子可以被你保护。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冷嘲热讽，再怎么样理性的理智的批判，你要记得那不是不好，可是如果那个梦想是神给你的，保护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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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有多少人渴望摧毁耶利米的内心中的梦想？有多少人渴望摧毁大卫心中的梦想？大卫心中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让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间有神。他的哥哥说：“你要干什么？”所有的军队人说：“你要干什么？”连扫罗王都跟他讲说：“你要干什么？”弟兄姐妹，大卫内心这种，他保护得很好，保护得很好，说：“让我去，哥利亚。”让我去，我靠着神，我的梦想是让普天下知道以色列中间是有神的。你看他保护他的种子保护得多么的严密，他的哥哥对他说话他也不理会他，一直问别人说，如果我可以打败哥利亚，我有什么酬劳？君王给我什么酬劳？有什么好处吗？你看大卫的内心中间有个很不一样的想法，他保护他内心的种子，耶利米的种子，梦想的种子放在他心里面，他看见异象了。好多人就说你是假先知，不可能，以色列不可能失败，犹大国不可能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假先知出来把他关起来，伤害他，想要陷害他。尼希米的梦想回来建造城墙，有多少人陈巴拉在旁边在那里嘲笑抵挡，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阻挡他。梦想的种子在尼希米身上开花结果，在耶利米身上开花结果。哇、wow, 保罗有多少人想陷害他，他那个宣教的梦想开花结果。弟兄姐妹，你要保护你梦想的种子，一直保护他，直到他开花结果。容易吗？不容易，因为每天生活在人群中间，有时候你自己会觉得真的是真的吗？是这样子吗？不是那样子吗？保护他，在圣灵里面保护上帝给你梦想的种子。不单是这样子，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努力不等于梦想，努力不等于梦想，努力可是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一个达到目标的人生，也不错，也很好。但是呢，它跟梦想是不一样的。目标跟目标的交叠，一个目标加一个目标，再一个目标，再一个目标，再一个目标，达到梦想。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达成目标而努力，它跟梦想可能还有点遥远，还有距离。努力可是没有梦想，只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一天过了就一天，任务完成了就完成了，一个 project 完成了，设计完了，解决完了，写完了，给出去了，就结束了。一个工作跟一个工作，不，努力不等于梦想，有努力却没有梦想，等于完成任务，达成目标。努力又有梦想，会有个结果，世界会改变。努力又有梦想，世界会改变的，会改变的。感谢主，我真的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努力又有梦想，就发现他的周围的世界慢慢的改变了。容易吗？不容易。有流泪吗？流很多泪水的。辛苦吗？当然辛苦。劳累吗？当然劳累。睡得好吗？睡得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跟别人有冲突吗？有冲突，有摩擦，有摩擦，心中有矛盾挣扎吗？当然有，而且非常多。可是他努力，因为有梦想，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世界就改变了。勇于梦想是基督徒生命中间非常重要的特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感谢主。最后一方面，让梦想永远不熄灭的烧在你生命的里面，任何一个时刻都让人看见这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任何时刻让别人看见这是一个有梦想的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永远热切的放胆的去梦想，放胆的去梦想，勇敢的去梦想。如果那是你力量能力范围可以达成的，就不是梦想了。梦想就是因为你做不来。放胆吧，放胆吧，上帝啊，把他又大又难的事显明给我看。放胆去梦想，为梦想做好一切的准备，内在属灵的光景做好准备，属灵恩赐的操练做好准备，你阅读做好准备，跟与人交往的关系的建立做好准备，性格的调整，习惯的改变，做好一切的准备，为了达成梦想。做好准备，穿戴你的梦想，分享的梦想，让人看见你，好像是约瑟的哥哥看见约瑟远远走过来，看见一个矮小的人走过来，大家说看啊，那做梦的来了。你不觉得约瑟是穿戴梦想吗？他的衣服上面写 Dreamer， 梦想者。不，他这个人就活得很像做梦的样子，可能连走路的那个样子都很像做梦，可能又跳又叫的跑来叫哥哥，哎呀，怎么梦成这个样子。弟兄姐妹，如果你像是约瑟一样穿戴分享，告诉别人这是梦想，那是梦想，那是梦想，梦想，感谢主，感谢主，你的梦想有成功的一天，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不交在基督的手上，难道还要交给别人吗？神给我们这个使命，把这个梦想栽种在我们内心中间。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的第一件事情，祷告上帝让我们梦想的种子现在就浇灌栽种下来，让我们培养浇灌保护这个种子开花结果。同声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栽种，让我们的梦想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梦想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梦想，谢谢你将这梦想与意向的种子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小心呵护这样的种子，主啊，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呵护、培养、浇灌，哦，主啊，主啊，以至于当你为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迅速的来实行这样的梦想。恩典的主，我们仰望你，让我们每一步都紧紧跟随你。谢谢主，阿门。祷告上帝，让我们又努力又有梦想，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如果不在基督徒的身上，舍我其谁呢？谁要改变世界呢？唯有神的百姓有梦想，神就说你来改变世界，那就是我们又努力又有梦想。同声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让我们努力又有梦想，耶稣让我们努力又有梦想，不是只有目标，耶稣啊，耶稣啊，不是只有任务，耶稣是有梦想，耶稣让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翻转这个世界。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得胜。哈利路亚。天父，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将这样梦想的种子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主啊，我们真知道要改变世界，改变这个社会，主啊，先从我们自己来做起。主啊，我们带着这个梦想的种子，主啊，我们勇敢的往前行，因为神你赐给我们是行走在水面上的信心。主啊，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位神，你带领我们，一切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阿门。最后祷告上帝，让我们看起来像一个做梦的人，让我们身上焚烧着做梦的想法，让我们身上穿戴着梦想，分享梦想，不断不断的让梦想的烈火焚烧在我们这个人全人全心上面。同声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到处都有一个新的希望，有一个新的盼望来到这里，因为你在我们里面，因为你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没有梦想的人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梦想的人，有一个梦想的人，让我们感谢你，谢谢耶稣，让我们传达，让我们分享，让我们不惧怕。
耶稣放胆的梦想，做好准备。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全心全意的为着主来梦想。谢谢你将梦想的能力赐给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梦想的种子。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实践梦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遇到枯干的时刻。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遇到拦阻。但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你应许绝不改变。主啊，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你就必然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要为着你一生来梦想。谢谢耶稣，阿门。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勇于梦想，就能够逆风高飞。让梦想燃烧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时时刻刻都为耶稣而梦想。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